百元大钞吧，一下就飞了满地，嗯，就是不一会儿，巡警正好在那边，嗯，过来五六个巡警，还有不少过路的，什么都帮他捡起来了。你当时钱吧，就撒了一地，我们当时都懵了，我们当时就顾不及了。 最后一分也没少，您没事，嗯，都没事的。我再次感谢吧，再次感谢这些帮过我们的好心人，非常谢谢啊，非常谢谢啊。